大家好，我是铁扇公主。大家好，我是猪八戒。大家好，我是沙悟净。大家好，我是牛魔王。大家好，我是唐三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子菩萨。大家好，我是唐三藏。大家好，我是悟空。第一幕，地点火焰山下，人物唐三藏、孙悟空、猪悟能、沙悟净。目前唐三藏与孙悟空等人正在说话。师傅，怎么这么热啊？听说前方火焰长达800里，但火焰山是必经之路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师傅，别担心，寸山芭蕉弄火时，有一把芭蕉扇，一山使火，二山生风，三山除下。有这么分级的扇子吗？师兄，你可以借来用吧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第二幕，地点芭蕉洞外，人物孙悟空、铁扇公主。孙悟空来到芭蕉洞，而芭蕉扇的主人铁扇公主正是牛魔王的妻子。目前孙悟空站在洞外。莎莎，我是孙悟空，请借芭蕉扇一用。谁是你的莎莎？我跟牛魔王、牛大哥有兄弟之情，您便是我的莎莎。那你却害我不能跟我的宝贝儿子红孩儿仙子。嫂嫂，您误会了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哈哈哈！孙悟空被芭蕉扇扇到千里外的山下后，再度回到芭蕉洞。芭蕉扇果真厉害，可以把我扇到千里外。还好遇见灵吉菩萨，他送我一根绿光丹，保证铁扇公主再来扇不动我啦。嫂嫂，开门，老孙又来借扇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哈哈，这下扇不动我了吧？哈哈，怎么会这样？关门又有何用？带我变成一只小石桥，悄悄飞进洞里。部落第三幕，地点芭蕉洞内。孙悟空，铁扇公主回到芭蕉洞内，喝了口茶，没想到孙悟空变成小虫。也跟着喝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。不起，铁扇公主坐在椅子上。嫂嫂，扇子借我使使。怎么会有孙悟空的声音呢？我在您的肚子里呢，快把扇子借我，不然你想怎样？我就在您的肚子里敲敲又打打。哎呀，我敲我打我再踢。别再踢了，我把扇子借你就是了。我写了。第四幕，地点芭蕉洞内。人物牛魔王、铁扇公主。孙悟空发现拿到的扇子竟然是假的，他灵机一动，变成牛魔王的模样，回到芭蕉洞。不起，牛魔王、铁扇公主正在说话。我说那个四魔不可，我怎么借的？请我们借给他。我已经把扇子借给他了。不然你怎么把你的宝贝扇子给他带走呢？带完喜怒，他带走的是把假扇。那真扇在哪？你可要说好啊！放心，在这儿呢。这么小小一把，真的可以扇得了800里大火吗？大王，您离家太久，忘记麻将扇子变大口了。哈哈，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是爷，走！真是气死我了！部落。Yeah.